嘉安村，嚯、哦，你看我们的村长好养。来，好，我们四位村长，以及呢我们的文化采集啊，我们的嘉安社区发展协会的代表，请上台。嘉安社区发展协会的代表。好，再来呢是我们的石门休闲农业文化推展协会代表，以及呢我们的庆典主委罗技巧，我们的罗主委请上台。好，这部分呢，这大人物呢，我们当然要请我们今天的大家长，我们的副舰长，我们请上台颁奖。好，我们要非常谢谢呢我们这些人的大力帮忙哦，才可以让大家呢在今天的齐聚在这边，一起来共享这个美丽的下午。好，我们要颁发我们的感谢状，谢谢他们，掌声鼓励。好，非常难得的时刻、哦、跟大家报告一下、哦、其实呢我们这颁到今年呢已经是第七届了，第一次首度哦，我们跟所有的在地人的文化，以及呢我们所有在地的，包括我们的餐厅，以及呢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呢，大家一起合力协助完成我们今天的石门活鱼观光节。好，这是我们的三坑村的村长，啊，三林村的村长哦，三坑村、三林村都有来。好，以及我们的高原村。好，我们的嘉安社区发展协会代表。笑容可掬哦，非常谢谢他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请我们的长官站在中间。好，我们一起呢把相机，我们一起看中间好了。好，我们先看中间，准备了，一二三。好，笑容要再灿烂一点。好，左边，好，在左边，左边的朋友，我们看一下左边这边镜头，一二三。好，还有我们右边，准备哦，来，一二三。谢谢我们的村长，还有我们的所有代表们，也谢谢我们的副县长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发的呢是由我们的龙门飨宴哦，我们的好几家餐厅，首先呢要介绍的呢是我们的雷园，我雷园餐厅的代表